经纶的神造诣，计划定义，要产生神迹的身体，做他神迹体，使他的作扩增于长，先要达此目的，他来成人，使人成神，以连接与调和的方式来成就，并接种地方教会为受许，在神圣的生命里相调，好带进身体实际，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。每当想到我是一个圣人，满有基督或我灵中安家我心内，我就与他，他与我缘，日日调和加多，不在我活，连接同活，旧人已流于世家，天然全消磨，新人凭复活生命过生活，被成全脱出身体实际，圣人的神迹建造，内在成名相调的意义。旧人已流于世家，天然全消磨，新人凭复活生命过生活，被成全活出身体实际，圣人的神迹建造，内在成名相调的意义。